迷香最近来说道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慈天必胜公园所提供的节目，也是由林之声调频广播网89.3做的播出。啊，现在这个时间呢，吼，都9:01，吼，啊，咱呢，啊，听友呢，都已经在线上啊，吼，啊，真的非常感恩呐、啊，大家准时来收听。喜结善缘，嘛，祝咱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合家平安、出门工作顺利啦！吼，来，咱来听这段求道。垂书啊，过来就是啊、哦，咱讲这段道曲啦，吼、哦，真好听，求道啦，吼、哦，求道。讲到这个求道，吼、哦，咱二神祖呢，有咧讲这个仙后天，讲仙后天后边，佫咧讲一个姓名。外修篇内底，吼、哦，咱第一章还袂甲讲，即马跳来第二章吼。哦讲仙后天甲性命啦吼，讲大道运行宇宙啊，混元得配人心，对这个人道吼，迄、哦那个来由，达先讲啦吼，讲感应还是应感得配来自先天啦吼，那因缘所满的气换后天，因缘那满对，咱讲去过来，来过去就变成后天啦吼。来自自如，吼、哦，也是讲来自自如，气不由我，然后
现在讲来者自如，去不由我。这就是讲人道，人道之顺阴阳而出入于俗世啊，吼。所以咱就这个先天混元，后天胎元。那先天无形，后天就有形嘛，吼，有形。那先天为性，后天为命，叫做性命两全。好，这是安尼，才当得到成道哦。那无多得成人道来底，就无多像安尼，咱即马讲安尼，讲人还未生的时阵，还未生的时阵啊，先天之性处于虚无缥缈之间，性之灵与道合一啦，吼。性甲灵，先来伊道合一。吼，讲道行何处，性灵互济。吼，咱行甲对，这个性甲灵绝对是甲咱做伙的吼。不见不闻，虽然是不见不闻，不见灵嘛，不见形。吼，所以讲吼，既然是不见不闻，以身互动。吼，先来讲以身互动体，故称为叫做混元啦。吼，就是咧讲混元。那即马讲甲三心会合。哦、三心会合，得成五心，心从胎结，故曰叫做胎元。咱的身躯是为胎结起来的嘛，吼、哦，所以叫做胎元。那胎元既结，嘛有这个啥，就来到这个后天之命。胎元既结了后，十个月就会生啊嘛，吼、哦，叫做吼、哦、有这个后天之命。后天之命，圣灵以及后天之道。所以咱来讲吼，富有五心形象，因为来到后天，换者不管查甫啊查某的，都这个后天的形象造出来吼。事实的时阵吼，讲随意道理啦，将虚无之境入入独实之境的吼。先来讲来为这个虚无，就是这个生命的源头灵，吼，这个灵有来到这个吼胎。有离开了这个母体，离开了母体，就分身后天嘛吼，分身后天。迄、那个时阵呢吼，咱迄个古早迄个灵在迄个虚无境界内底，吼啊，即马来到这个吼找世界吼，就讲来到这个世界，吼出身后天以性命之所有，吼这就是啊对无啦吼啊到有，无咱这条灵为对来，咱人吼。啊！伫十个月吼，孕孕育胎的时阵，吼、哦，咱还未出世的时阵，吼、哦，啊，这个人就足，互咱感觉想无啦吼。伫、哦、老母的身躯边，啊，伫老母的腹肚内底待十个月，吼、哦，竟然啦吼，365骨质肌肉、目睭啦、鼻啦、跟耳鼻、舌头有，吼、哦，所有神经系统拢总有，吼、哦，所有的骨头无一项无齐全的啦。哦，啊，就一点血，一点精，安尼甲交做伙，安尼尔。好、哦，所以讲人呢，来要来这世间，真是真不容易啦。吼、哦，入这个灵性，吼、哦，然后后受了胎元孕育，然后佫落到这个后天啦。吼、哦，那这个先后天与性命之所由，这个由来，吼、哦，甲恁讲啊足清楚啊。吼、哦，欲存性命，吼、哦，啊，从始活到。现在讲，咱若欲存这个性甲命，咱要中合道真呐吼。那无从何道真？吼、哦，欲修凡体，以保天真呐吼、哦。所以咱讲吼，啊，咱要用性保命吼、哦，命是有定，性是无为的吼、哦。命有定，性无为吼。哦会当伫这个性甲命，吼、哦，咱要哪去修性，都、就是修命的意思。所以咱即卖定定咧讲性命相修啦，吼、哦，修至重会混元，修甲会当中会这个混元，吼、哦，以及由人道而正先圣之，吼、哦，道而，就是讲咱由这个人道啦，吼、哦，啊，开始修正。然后当证这个神圣之道，精性欲命啦吼，即个讲，咱要精性命吼，要有法度呢吼，啊，咱讲了解吼，欲了凡尘，会当确精性命，欲了凡尘，一道可能了悟，吼，所谓归真返朴，
啊，子从后天呐、啊、哈，又从后天转换先天。咱人吼啊，为安尼蒙蒙渺渺过来世间出世了后，又搁一直甲修，一直甲修，对后天搁甲翻先天，神都是为后天转先天的。哦，既然伊冇来世间出世，就甲咱同款啊，平等拢有爸母啊，吼，父精母血所结成的。哦，但是人因为修的，就是因有法度为后天搁甲修到等于先天。吼、哦，啊，咱呢，咱都安尼戆戆，吼、哦，落甲后天啊，嘛是拢永远拢在后天。安怎转都转不出来，吼、哦！所谓归真返朴，吼、哦，就是后天转返先天，安尼啊，就是咱安尼无唔对啊，吼、哦！问题是都有偌济尊神呢，吼、哦，是吼、哦，有法度为先天的来，吼、哦、啊！但是落了后天了后，又个有法度个修行，经过个等于先天呢，真正后镜头算，吼、哦，无济啦，吼、哦。所以就是讲吼，道法为心，心法为性嘛。道法为咱这粒心，但是心法一定爱你有性啦。吼、哦，咱讲诚则存呐，存则做。好、哦，像咱讲行则准，准则足。吼、哦，存啊，咱个这个存，吼、哦，存在的存啊，存则足，足则灵啊，吼、哦，心行如通。吼、哦，知者而悟。吼、哦，咱底下咧讲，咱的脚业行甲对。吼、哦，心有感通。吼、哦，过来就讲，你今日有行即准嘛？吼、哦，啊准即着，着即灵。吼、哦，这是你现在的心诚而通了。吼、哦，咱行甲对，这个行之四海。吼、哦，咱这个脚业，吼业，吼行甲对，你有悟甲对，做甲对。吼、哦，咱出门，咱今日路不能靠，就是爱行路啊。但是你行的路是对的，还是唔对的？你行的脚只是对的，是往上还是往下？吼、哦，这呢足重要的吼、哦。所以讲，道本在于人心啦，吼、哦。道本在于人心，道本本来就在我们的人心里面啦，吼、哦。咱就这个。机啦吼，叫这个软的笔来妙用吼，将这个吼啊，讲大道呢吼，下当呢吼，由这吼，甲流传一直传传落个世间啦吼。所以咱讲吼，十方大众人手一篇，以点浅反复，必有以替人助兴，亦人力行啦吼。就是讲爱有人写啦吼，即十方大众。吼、哦，人呐读一篇，吼、哦、啊，内底面呢，不管有深有浅呐，吼、哦、啊，咱有听过，也是无听对，吼、哦，只要是有人愿意，吼、哦，甲这所有的，这甲留落来，吼、哦，后世人，吼、哦，去好好啊去读了，吼、哦，总是都有路用了，吼、哦，予以报以当时前之世，吼、哦，来教咱人的心，然、哦、后就是讲，咱用当前，吼、哦，人留落来这物件。吼、哦，由于天门道主呢，吼、哦，伊会当安怎？会当吼，达工送道，吼、哦，啊，个会安怎？会当留落来吼，即个后世的人去读啦，吼、哦。啊，这嘛是咱有这种的，有这种的人愿意甲写落来，啊，写落来了后，咱唔才有机会搁再读。啊，那无呢？哦，咱讲先天转后天，都敢那先天转后天呢，都无人甲咱指路，互咱行，无人吼、哦、啊，愿意去著作金篇呐吼，啊嘛无人愿意去浅读、研读，好好啊去学。哦，咱本来这条路拢是为先天呢，吼、哦、啊，先天落来，后天了后，佫开始一直轮、一直轮轮个只嘛。我们到底是吼、哦、用什么样的心情吼、哦、去看这个人生呢？吼、哦，用什么块的心情去看即马这个人生呢？吼、哦，讲较简单的就是安尼啦，人就敢那一本无字天书同款，吼、哦、啊人生呢嘛敢那一本无字天书啦。每一个人吼、哦，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读法跟生活方法，吼、哦，就是敢那地里边泡开。你要泡较高咧，还是要泡较薄咧？哈、哦，每一个人咧，拢有个人的品味啦，哈、哦。所以有人讲吼，啊，行过千山万水呢，吼、哦，也是简单较水啦，哈、哦。啊，所以讲，咱有法多好来
穿过繁华、哦、来到这个人世间，每天看到的都很热闹，去到菜市就感觉老热，去到哪里人家在办活动也感觉老热、哦、但是这都是怎样不长久的事情，要是健康较好，世界更大，环境更好、哦、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要充满、哦啊，阳光，然后也充满喜悦，然后无这阳光喜悦，你讲去对嘛同款，然后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啊，每一工有管理到你家己的这，哦，咱所谓的讲啊，这口气啊，吼，你又能够吼，在这一口气当中呢，吼，去循环，哦，然后呢，吼，啊，去找到你家己要爱的物件，然后你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啊，总是呢，哈，我觉得是人呢、啊，哈，真的是很奇妙的，哈，动物了、啊，哈。啊，有咱咧讲吼，这个独五月啦，哈，九独日啦，哈，拢农历五月俗称叫做独月。其中呢，哈，啊，讲到这个独月甲独日，哈，到底是安怎，是啥物款问题，叫做独月甲独日啦，哈。啊，咱今麦来讲吼，农历的五月吼，先啊是称作独月，其中呢五月初五这天啦吼，初五、初六、初七、十五、十六、十七，吼，甲二五、二六、二七，此为九天，叫做九独日吼，天地交替的九独日吼，十四为天地交替日，一总共有十六天，这十六天呢吼。啊，务必要端容肃己，严禁杀生了哈。啊，庄严咱家己，哈、啊，严禁杀生，哈、哦、啊，不要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哈、哦，否则会严重哈、哦、啊，去损自己的哈，咱、哦、讲眼睛、眼神了哈。现在讲会安呢，哦，较早古人时代进前哈、哦，五月变称为叫做恶月、毒月、死月。吼、哦，并产生了足济啦，吼足济有关系。这个禁忌的吼辟邪，吼、哦、诶，这个方式，吼、哦，所以咱普遍拢认为五月吼、哦、就是无好的日子啦，吼、哦、五月是恶日，吼、哦，但是相传浙江呢，吼、哦、啊叫做吼为当道五毒并出啦，吼、哦、啊，所以讲无好的拢总出来啊，吼、哦。那农历五月是百毒之月，嘛是有细菌啦、啊、病毒啦、啊，吼、哦。在这个高速期、暴风期，哈，今嘛骨就这种爆发起来了，哈，空气潮湿啊，流通不畅，容易滋生各种毒虫，易发哈这个湿热之症。一旦湿热，哈，会阻碍着咱的气血、经络，身体会出现哈啊，咱讲精液代谢受阻，哈，气血不通，然后啊，咱的脑血哈就会停滞在情况内底。所以这个时阵吼，但讲气候环境啦、温度啦，吼，啊是讲湿度啦，都要自然界的毒虫吼喜欢的，即嘛这个时阵，所以讲农历五月这个时阵，身体是上容易破病啦吼。这个时阵先来讲，咱的身体抵抗力的上该歹，吼。五月定定包含夏季，吼，一年当中上热的时间啦，就是这个阶段。高温导致人体水分散失啊，哈，所以形成了这个导医理论中的这个增益亏损。好，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做针对性的预防，就容易使气运，哈，哎呦，容易呢，使咱的气温啦，哈，就是讲咱的血气啦、运行啦，哈，哎，成为安尼郁带，就是讲塌的啦，哈，这是什么？夏天会脑梗。那么讲啊，不是讲吼。啊，咱冬天比较开诶，吼收缩，吼啊，咱诶这个血筋开收缩，为什么是连夏天也会脑梗呢？也会心梗呢？吼、哦，诶脑梗、心梗，吼、哦，就是讲心哦，心中啦吼，啊是脑，吼、哦，尤其是平常是有高血脂、高血压的人呐、啊，更容易在这个时间发病。哦，那伫即马即个热的时阵，能讲肉胀冷缩吗？哦，啊，为什么伫即个时阵吼，电都较侪人发病？为了预防发病呢，晨起和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温开水哈、哦，至关重要哈、哦，就是要避免熬夜，早睡早起，
因为熬夜本身就伤害阴真的行为，你在饮食上尽量多出一些蔬果菜类的，避免辛辣烧烤类的食物，还需要保持心态平衡，心态平稳，切忌大喜大悲、焦虑、郁闷、郁闷。咱讲肠啦、胃啦、虚弱的人吼，伫这个五月的时阵呢，黑肉食较少咧吼。普遍的状况是在因为夏至前后阴气外达，吼气血更多，所以讲吼，伊这运行伫咱的体表内底，就是造成了人体内面的虚甲寒。啊，既然造成咱人体虚寒，那脾胃作为中焦最重要两个器官。好，鼻甲胃啦，哈，受处的影响，我算是上大哈。所以讲，千万唔通，就是咱这个五月看说是旺盛的肢体运动机能所迷惑。其实鼻甲胃在这个时阵是上脆弱的，也袂使让你胀伤饱、食伤饱啦，哈。啊，这个水一定爱啉无够，绝对无一直咧啉迄个啥饮料果汁啦，哈。一定爱排开水，爱啉无够啦，哈。在这个五月引发的常见的问题是，好，咱讲肠中积热，好导致便秘，然后啊，曾经有一个吼，咱讲吼，每一个人啦吼，在这个时阵呐，去犯到五月吼，你犯到这个便秘，经常一个礼拜还解不出一次，那脸上吼就会吼长了很多很难看的，一点一点遐有诶无诶，这些拢会造出来，口气也够足歹鼻诶。吼，就是咧讲，咱的肠啊内底吼，积热所致。吼，啊那热，安尼就较紧的要来食啥，要来食冰啦，较紧的吼，规支冰咯，安尼摕来食。啊那无就是规碗冰安尼食。你愈加食，是体愈热啦。吼，啊便秘的人吼，袂使安尼。便秘的人，你就是爱啉一般的白滚水，啊蔬菜水果加食寡，经常喝水。反正你唔通等甲嘴大甲啉茶，就是。金钟时拢甲啉两三嘴啊，啉两三嘴啊，一下就甲啉两三嘴啊，安尼咧对咱的身体绝对有好处。夏季要来的时阵吼，咱的体内的消耗足大，所以有个人会想像害死神，啊聊聊都害死神。那正常工作和学习外面避免对身体额外的消耗，是因为夏季来啊，所以讲吼。咱生活必要爱去了解吼，这机能较无好的人，伫夏季的时阵，吼，对出现吼心血管事件啦吼，啊对，较无好，心脏呢，这个负荷嘛较大，吼，有的人呢吼，就是因为安尼吼，所以讲，科学家呢，甲咱讲啊，这个五毒月中间，就是咧讲九宫有伤着肾气、耗肾元的这个日子，吼，古代的人就是讲。叫咱伫这个时阵啦，吼，尽量啦，吼，啊，避免喝酒啦，吼，啊，避免喝出一些吼炸的，吼，用炸的方式，好，去爱咱爱食的物件啦，吼，啊，拢是用钱的，吼，对咱来讲是无好的啦，吼，所以伫这个吼，啊，农历五月初五起开始，即几天啦，吼，啊，咱尽量啦，吼，有这个天地交泰日，吼。这九毒日内底分作三段嘛，吼，所以讲吼，这个初毒日呢是初五到六月初三日，第六就是咧讲九毒日，吼，犯这个妖王忌号，吼，咱今日若会拄到这样就无好啦，吼，所以讲吼，这个九毒日呢，吼，有这个吼，咱讲雷灾，吼，啊嘛有这个吼妖王，就是讲啊，这个囡仔较细汉的拢爱注意啦，吼，老大人嘛爱注意啦，吼。所以今嘛咧，甲咱讲到遮吼，互咱吼小夸去吼，咱家己嘛知影讲，我今嘛这个五六月吼，伫消耗体力吼，啊精气神啊，定定无好个，害死神个啦，感觉气拢解无顺个啦吼。这呢，咱都爱去注意啦吼。这就比较较，实际上这个时阵比较较会破病吼，啊比较较拄着问题。所以人会讲吼，这个。瘟疫吼，伫这个五月到六月这个所在吼，伊先后也会越爆发越多人感染，吼，就是咱人足忝的，啊欠水分，吼，但是即卖人拢介意吹冷气，吼，入面冷气就甲开落，啊汗就缩去啊，吼，啊搁半段啉温开水，拢要啉冰的，啊都吹冷气搁食冰的，啊都缩去啊。
啊，就代志就愈来吼、哦，要讲起来讲。小朋友不爱喝水的也很多、啊、现在的大朋友也都喜欢喝一些有的没有的很凉的那种、啊、冰细细的东西、啊、喝喝的还爱来吹冷气还整天都在冷气房里面这个问题才是最大的、啊、所以跟我们说一下、啊、让我们知道五月生来叫做五毒日五毒日不是因为他的日子是毒的，他的日子是不好的，不是这样，是因为这种日子才会带来我们人的身体不好、哦、不是啊，那只是气候的问题，气候的问题影响到我们的身体问题、哦、所以在这里跟我们说一下、山丘明石，云深不知处，离你近天涯路，踏遍五湖处。借问老樵夫，不知是何处，费功夫是在全真处。
明仔呢吼，五月初五呢吼，肉粽节吼，肉粽节。端午节这天呢，除了吃肉粽、拜祖先、拜地基主以外，吼，哎，你讲体能来算啦吼，立蛋外更是最佳吼。啊，人讲招好运的时候啊，去霉运的时候要怎么样？吼，啊，人怎么样去去这个霉运？吼，接这个午时水，然后。啊，咱有时阵呢，吼，咱即马要讲吼，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吼，啊，咱讲足济人啦，吼，拢会伫即一天啦，吼，来接这个午时水啦，啊，究竟什么是午时水呢？吼，这个面上呢，吼，啊，大家拢知啦，吼，端午这一天的，吼，这个中阳气上盖旺的时阵，是十一点到，吼，十一点到一点嘛，吼。大家拢知影，唔好错过这个转运的好日子啊！吼，午时水嘛，就是端午节即天中昼的十一点到一点，吼，伫这个啊涌泉啦、瀑布啦、井内底啦，吼，吼，这个井内底，啊，八仙水也很，八仙山的吼，这个水也很棒啊！吼，哦，八仙山的水也很棒哦，都好哦，十。啊，咱的这个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阵，吼、哦，那去接迄个涌泉，然后啊，接这个瀑布的水啦，吼、哦，井内底，吼、哦，家中内底，吼、哦，用水龙头会使，有人安尼问啦，吼，啊，水龙头敢会使？十一点到一点用水龙头敢会使？啊，咱若无在去山顶，吼、哦，用水龙头，伫迄个十一点开始到一点，买使吼去加用。清气水吼，啊，就用个杆啊啥去甲浸浸起来，你甲试看卖。纯阳水就是迄个时阵，然后就是十一点到一点，哦，这水捡起来，甲放置阳光下，甲曝晒至三十分钟，吼、哦，用咱家己的这个啥水道水会晒无？会啊，啊，你就杆啊甲洗洗个清气，啊，但是吼、哦，入了后你就甲。拄好十一点到一点迄个时阵，可以拍三点钟啊呢，哦，啊拍三十分钟啦，唔免拍个三点钟啦，拍三十分钟就好，吸收阳光的正阳能量，啊，这个水就会非常自阳自刚，会当协助招财好运、去霉运啦吼。这就是安尼讲。啊，接这个五溪水就是安尼接的啦吼。啊，咱算五溪水接好，搁可以拍三十分啊，安尼吼，用咱即嘛上盖好的这个吼啊日子就是明仔吼，明仔吼加入的吼，啊你就甲写午时水，安尼甲打的，安尼咱就知影讲这是五溪水啊。足侪人出五溪水呢，很神奇哦，它放在阴凉的地方哦，它也不会长青苔，好啊，它也不会。变垃圾哦，都不会。啊，那山泉水啦，吼啊，讲咱兜都无法多离啊远，咱都无再来去这个午时的时阵，走去找这个山泉水，还是瀑吼、哦、瀑布来的水，家中的水龙头的水也是可以的，吼、哦。安尼就是可能，让咱的方导进就较方便了嘛，吼、哦，它是可以的。啊，对这个。家中的水龙头的水也是可以装起来。至于午时水要怎么使用，端午这天呢，要怎么样开运？哈、哦，抗瘟疫啊，哈、哦，抗这个瘟疫，哈、哦，都是咧甲恁讲哈，瘟神呐，哈，瘟神。那么呢，把这个五溪水甲提来，哈、哦，抗这个哈、哦，驱除这个瘟神。五黄星又称为瘟神。啊，主宰极恶啦，意外啦，哈，血光啦，官送啦，哈，所以人讲，这那如果是无好的温度，用这个五溪水会当予咱安怎？会当予咱染一挂麻草啦、啥啦安尼，甲做伙染阴阳水啦，哈，烧的甲冷甲染做伙染阴阳水，安尼落去洗净哦，买当净化咱家己的歹运啦，哈，衰运啦，哈，这系无好，这系运拢会使。哦，啊，咱呐，有个人吼，伫即个讲位置啦、装修啦，吼，啊，是讲拄着一挂问题啦，吼，啊，咱用即个五溪水嘛是会使呢，用阴阳吼，阴阳水、五溪水，吼，咱呐拄着要动土啦，要创啥，用五溪水吼，甲喷喷的嘛会使，
哦，这就是咧讲，厝诶呐，内底面啦，干较阴啦，吼、哦，咱用这个五溪水，啊，入去内底甲喷喷诶，吼、哦，防止九宫格，吼、哦，诶，这个，啊，中央位啦，吼、哦，伫端午节迄一天，你就入到这个五溪水啊，吼、哦，啊，入到这个五溪水呢，你就入去内底甲静静咧。吼、哦，南山南南阴阳水安尼啊，做诶就比较清净，啊，出淡薄艾草溶液啊，吼、哦，甲香香，你就甲倒落迄个干啊底，甲一四个遐喷喷诶，吼、哦，安尼呢，吼、哦，会当驱除阴煞，驱除迄个阴煞，吼、哦，稳定出来底磁场啊，吼、哦。啊、哦，让阳光呢照进屋里面啊，这是较重要的，然、哦、后一定出来底要有这个阳光，吼、哦，阳光呢，吼、哦，拄好。多伫迄个时阵，然后咱多去喷喷诶，阳光咧照进去的时候，会甲咱这个吼、哦，咱讲无好咧，无好诶水温啦，甲晦气啦吼，啊，因为安尼，这个五溪水甲这个五溪这个当中诶正阳然后力量，去把它家里面吼、哦、静一静然后，五溪水可以静屋啦吼。哦这安尼讲，咱就有啊。净污，咱就用这个五溪水甲艾草，甲一挂青啊叶，好、哦、有提这个绿色的安尼就会使。那四月沾五溪水，你就提咱的哦，蒲公花草，甲白做一杯，吼、哦、啊，咱即马甲用这个五溪水，吼、哦，咱都取到五溪水啊，都早一点到一点，这个、时间就算五溪水啊。啊，外口吼日头阁会吼正阳的太阳阁晒一下了，你就会当提入去内底。吼、哦，佮好一点啊！饮用水就是讲，你清水啊，你佮用一挂滚的这个，吼、哦，这个烧个透做饮用水，啊，你就清，通过用这個，吼、哦，用这树啊，青啊，许白做伙，你就去嘛，去内底杀精，内底拢个静静的，位楼尾顶楼卡，啊，一四个拢个啊静静的，楼梯啦，一四个拢个静静的，你若感觉误会有啦，有这个晦气啦，吼、哦，你就从一楼一直静到。吼、哦，三楼吼、哦，静下来，然后把全部的吼、哦，咱讲厝内底这个晦气，吼、哦，啊，拢个扫扫啊出去，提升，吼、哦，咱内底边的这个啊、哦、能量场，吼、哦，能量场，五十水加上一些吼、哦、青啊叶、艾草、绿色的树叶，哈、哦，都可以用来净宅，好、哦、除晦的哈、哦，啊，所以讲五十水也使囡啊，吼、哦、拿。头烧，咱讲发足够发东发西迄种五溪水，吼、哦，咱就为十一点到一点的当中沾点五溪水，吼、哦，为这个头啦、面啦、脖子啦、胸部啦，慢慢的往下拍，吼、哦，把它拍掉身上的霉气，有会当趋吉避凶，有的囡仔吼搞啰嗦，吼、哦、啊足够那生头发尾迄种诶，吼、哦，这囡仔你买上利用迄个时阵啦。吼、哦，身躯甲背背个垃圾甲背背个煤气，吼、哦，甲背背个屁，人讲趋吉避凶，吼、哦，啊，就是迄个中昼迄个时间啦。如果讲十一点就会动啊，对无？啊，那个要我十二点迄个时阵，咱囡仔都还袂去睏中昼，迄时阵你就会使去甲用啊，吼、哦。吼、哦，那去殡葬啦，吼，还是讲去火葬场啦，是啥？你个五溪水不管是甲捞起来，吼、哦，用阴阳水，吼、哦，甲透五溪水。安尼就会使静心啊，然后安就会当静心。好、哦，五溪水会使泡澡无？会使泡澡无？会啊，用阴阳水都可以泡澡了吼。反正这就足好用的啦吼。啊，咱若讲厝内底都无法度，本来无井啊，古早井啊嘛无啊吼。啊，都爱去到山头岭尾去找迄个泉，还是讲哦，要走去到迄、那个吼、哦、北仙山后遐无法度吼、哦。啊，咱若是有，咱就是甲摕来喏。啊，摕来日头，甲晒晒咧啊！啊，咱用这个水道水，吼、哦，啊，甲接接的了后，就十一点开始以后，就会使装水道水接接去外口吼晒晒咧，安尼晒半点钟，甲收入来，哎、啊，就是五溪水啊！吼、哦，啊，五溪水你要用安怎？拢总会使用，平常时也嘛会使用啦！吼、哦，哎、啊，五溪水吼、哦，你也看就是迄个水也保持足清气的吼、哦。所以讲端午节为阳气最旺的一天。经常感觉运势差的人，时运低迷的人，都可以在端午节当天，哦、早晨七点到十二点之间去晒晒太阳，顺便适度的运动，增加自己身上的阳气。咱若阴气较重、阳气较少的人，都会当利用这个时阵来去外口晒日头，给自己的运势增加一场阳刚的能量，哦
食肉粽呢，王文昌，吼、哦，这个春秋时代就出现了粽子，粽子就包粽包粽的意思。那粽子佫掺一挂红枣、啊，叫做粥粽。那粥粽就是枣粽的意思，吼、哦。读册囡仔啦，吼、哦，会当伫个中，咱平常时也讲，啊、要吼。哦望文昌金榜题名然后啊立旦好运来端午节这里、個、哦你也可以叫去看卖然后啊所以讲吼、哦、咱有时阵呢当用这个五溪水吼、哦、来帮助咱的财位吼、哦、咱家里厝呢是有财啊咱的禅师公然后啊咱拢会当第六月十二啊禅师公进前要甲请等来。啊！咱有这个五溪水，一旦甲添这个添落这个禅师公的杯啊底，吼哦，伊、哦、这内底呢，吼、哦，对电工吼，一旦呢，吼、哦，助用气用财啦，吼、哦，用财，吼、哦，用财呢，愈济啊，咱都吼、哦、可以呢，招贵人啦，吼、哦，招贵人。所以人讲吼，端午节正午时啦，吼、哦、啊，人讲香水在卧室及床上可以增加吼异、哦、性缘啦，吼、哦、啊，这咱。咱来讲吼，祝祝财吼，咱讲祝祝财水吼，咱就端午节正午的时候，吼，咱会当放啥？你知无？放168块的灵角啊，吼，啊，放落50水内底，啊，迄个50水甲煮哦滚，就叫发财，吼，发就是爱好滚啦，吼，你甲用落迄个啥？你去接迄个五溪水了，你就用迄个哦，咱清气的迄种鼎。啊，是你要用迄个啥？用迄、那个吼、哦，咱讲水壶，可以蒸的，16花叫一路花，168灵角啊！吼、哦，五时的时阵去甲煮哦滚啦吼，哎、哦、叫做发财水，吼、哦，可以去发啦、啊、发啦、啊、吼，啊可以去滚啦呢吼，哎、这是吼，哎、也是很不错的方法啦吼、哦，啊就有诶呐，感觉未歹用诶，啊就讲给大家听吼、哦，明仔吼、哦、就准备较清气的迄种会当装水的东西，吼、哦、啊，咱身躯吼、哦、要甲净净的，废气要甲杀净，净咱的厝体都可以呀，吼、哦。啊，若要增加财水，你要放12个灵角啊嘛会使，吼、哦、啊，要放128个灵角嘛会使，啊，168个嘛会使，叫做一路花，吼、哦，安尼嘛会使，安尼较功夫的就安尼啦，吼、哦，来。咱家这个五溪水吼，啊，就讲到这啦吼，啊，就明仔5月初5啊，咱今日初四提早讲啦吼，啊，好，咱有机会去洗一挂吼，啊，迄个管啊，啊，入一挂五溪水，会记哩，咱无啊多去山顶，还是咱倒无井啊吼，水倒水，11点至12点，吼、啊，还是1点迄个时阵，拢总会使入，迄个拢算五溪水啊吼，啊，然后日头足咩的时阵吼，咱就加迄、那个。哦，迄、那个杆啊，那提出去外口，吼、哦，和这个太阳光呢，吼、哦，用这个正阳的气，甲灌落去啊，吼、哦，就甲晒日晒30分钟，安尼甲收起来。平常时要变哪用，咱就自由了，也当用了吼，以上了吼。进一下广告嘞吼，慈仁毕生宫的香品啦吼，哈、啊，咱都安尼个挑拣难贵的好啊吼，香油款、素茶、贡巴、小盘香、普灵灯、虫草、王山高宝，吼、啊，啊是金盖绿蜂胶牙膏、合力美，吼、啊，拢会使啦吼，咱那是只要咧用吼，啊，过来就是讲咱嘞啊，这个目睭吼，营养素过那无啥搞目睭嘞，感觉雾雾。吼、哦，啊，无啥爽快，安尼该叫该叫，安尼咱就个食。慈天观视力啦，吼、哦，关心你的目睭，关心你的视力神经，互咱家己目睭较更加滋养，然后靠一寡，互咱讲叶黄素的滋养，哦，啊，咱那边用牛樟汁来补充咱的体力，吼、哦，这个热天吼，较好安尼吼，感觉人安尼疲劳亚身。
牛樟芝早晚吃两颗，然后啊，若要用甘的，提升你的精气神吼。啊，你要用甘的，一个甘三粒，啊，不管是拢会使甘啦吼。安尼呢，你甘的，你会感觉哦，精神加足 OK 啦吼。哦，啊，好物件先生爱甲咱介绍啦吼。啊，过来就是印加果油啦吼，炖的也是很棒啦吼。有食有惊气啊，有烧香都有保庇啦吼。啊，咱那是。哦、有需要服务介绍，然后香香款素茶贡物，甲梅先生甲恁介绍的虫草王山高宝，哦，啊是咱有想要食，哦，咱女人啦，吼、哦，最主要吼，惊、哦、是惊讲咱的精气神无好啦，暗时唔爱困啦，吼、哦，暗时安怎困拢困未起，吼、哦，安尼呢，你甲食即嘛，啊，咱即嘛有即嘛新包装的虫草王。哦、他吃了会让我们五行平均，然后火气不大，晚上在睡好安眠，然后来以上这都算功课，然后我们要结缘，我们直接打电话5916045，我关这个道亲，我们控我感恩。这个不好的身口意诸行为心念，然后怎样讲不好？这个心靠意，好一般人啊，咱怎么讲？一般人都会的哈。什么叫修？什么叫做改变命运？什么叫做修？什么叫做改变命运？好像听起来哈啊，每个人都很适合修行。为什么？你修行？既然能修行能改变命运，那大多数的人总是认为哈，哎，我都有在修啊，他也无改变命运，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讲自己？有啊，我都有在行，为什么我那无去改变着我的命运？也许我们的哈啊，人讲过去生的因果啊，未了完，还佫足济啦吼，所以咱来祷告啊，哎，心爱较有法度呢，吼，坚持嘞，吼，啊，不要刻意啊，吼，有的人讲啊，修行是不是就爱去深山哪来修较有效，还是出家较有效，吼，还是安怎较有效？其实修养心地，真正的修行就存在你我日常生活当中啦，在日常生活当中，吼，把握人，咱定讲人的身心可益，这容易犯错，就是咱家己念头了哈。咱无注意到呢，唔是无好的所在，咱就无法度修行。在咱家庭，咱嘛无法度修行。一般人心吼，就是咧修行为嘛吼，以后卖做歹代志啊吼。所以咱有时啊吼，啊，咱所谓的哈，心存好心，就是存着帮助人的关怀，关怀人的谦让的慈悲的，哦，这些拢是好心啦吼。就是讲你有做着好心无，啊，着好心是要安怎做？就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读好书，行好路啦吼，唔通自我辩解啦吼，啊，无啦，无法度啦，我都无法度安尼做，做未到。啊，提醒有时阵啦吼，咱有一寡吼过失的毛病，啊，那不是讲足大的毛病，但是呢吼，为什么人会安尼甲咱讲？就是随时甲咱提醒，吼，啊，咱检点反省，吼，有咱就。加减点反省淡薄啊，加减啊改变淡薄啊，唔好变改，唔好掩饰，让自己错误的身口意行为，吼、哦，安尼你都因为吼、哦、会变，你拢感觉你无家己拢无唔对，吼、哦，安尼话啦，就没有存在着关，咱定咧讲吼谦让，吼、哦、没有存在的你想要改变的心啦、啊、吼，安、哦、尼你的修行就会感觉安怎，感觉修愈修愈多退愈啊愈行愈艰苦行。
因为你一在呢吼，伫咧火顶啊吼，诶，家己做诶吼，不一定家己甲家己拍车啊啦吼，拢去拍别人诶车啊较济，家己都无，家己都无感觉伊家己唔对啦吼。那种初步吼，初步，咱咧讲除了你吼想要改变吼，在初步要怎么改，能改吼叫做修啦吼，你。修正嘛，能改就是修。你如果不改的话，啊，你到哪里，你修行都很困难。哦，人人都随时随地的，每一个人都随时随地都可以修行。但是哦，啊，一定哦，啊，不是马上改变命运啦，吼，无咧马上做，马上改变命运的啦，世间无遮好的代志啦，吼。总认为命运天注定，但是可以改变吗？可以，你有你的信念改变，我们的运就会慢慢改变。哦，咱有时阵呢，吼，咱讲事实上也是如此啦。如果你有这个研究的吼，哎，哪有两种人可以改变，好，造就自己的命运？好，一种是积极断恶行善的人，有这种人无？有啊，弯了反的是啊，好，啊个上吊栽上反中安嘛是啊，好，啊咱有真济，即嘛当下真济做好代志的人嘛是啊，好，当今的社会。各个角落默默行积，好、哦，咱讲积极行善断恶积德的人，吼、哦，足济啊，迄拢有榜样好人看，只是咱有愿意去做啊，无愿意去做安尼尔。所以就是这样啦，吼、哦，修心上要紧啦，吼、哦，因为心是主宰一切，所有的办法为心做嘛，吼、哦，心能成圣成佛，也就是咱今日个这个心法，你有办法。唯有把自己的心念佛，吼、哦，咱才能了生脱死嘛，吼、哦。咱讲讲，无要世世代代伫这个所在咧轮回艰苦，心性是上重要的啦，吼、哦。因为咱那贪欲、自私、嗔恨、傲慢，吼、哦，啊个吝啬、嫉妒，吼、哦，啊个耍了个计较，小很小气又很会计较，偏激，吼、哦，啊虚伪矫饰的人，固执怀疑啊。有遮济毛病，你个心啊，过来有时阵呢，咱个会当安咯，个会安尼喜怒无常，哦，有什么事情呢？吼、哦，咱拢是遮个毛病吼、哦，咱拢个归纳为贪嗔痴三种，哈、哦，称为叫做三毒。哦，遮念过遮个毛病，吼、哦，咱讲嗔恨傲慢、贪欲自私、吝啬嫉妒。计较小气，喜怒无常，偏激任性，虚伪矫饰，固执怀疑等等不好的心性，咱拢去甲归纳起来，叫做贪嗔痴三种，称为叫做三毒。你若去犯着这，就叫做三毒。好，其实要治方法是勤修戒定慧。好，会当持戒而得定，哈，因定而开慧。持戒而得定，吼，因定而开慧嘛，吼。啊，这个咱有了智慧，你就会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有了智慧，你就会凡事看会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了智慧，你就能够随时接纳别人劝导意见，好，经常自我反省，检讨一些贪心、嗔恨、愚痴。所以讲，吼，这些咱也拢卖有就好，吼，咱都未平常时也叫做迷惑颠倒。啊，苦恼少了，错误少了就少了，哦，做人就圆通了，做事就踏实。所以讲吼，啊，咱就好心爱加做寡，歹心卖做就好，恶念卖去，淡薄勤俭，好、哦，啊，就讲淡薄简朴，好、哦，咱就当得到啥？得到知足常乐嘛，吼、哦。所以呢，吼、哦，咱得讲，唔是命运袂当改变。是我们的心念执着歹改变习性多、哦、所以说多生多世累积养成的、哦、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是多生多世很多次的生死所引起的所涌现所累积的、哦、我们想要 完全去改进过来是没那么容易没不对但是只要有心啦、哦、只要是想要彻底改造命运不愿意被命运牵着鼻子走，那必须随时要回光返照了哈。那随时有回光返照，
有这个警觉，有检讨，有反省，有忏悔，家己的心性上的种种的过失，久而久之呢，信念就会越来越，越好。所以讲，内心就充满着博爱、慈悲、关怀、无私、谦和、真诚、包容、自在、清净啊！心清净啊，失去的无，都愈来愈少啊！是安尼，咱得到快乐的呢。咱因为头前遐，咱已经改变了吼，后边遮咱有充满着，遮慈悲、博爱、关怀的时阵，你得到了快乐、自在，做到了，伊也会甲你人讲。感受会到啦吼，有心甲无心差伫遮尔吼，啊无心无想要改，咱就着依照你家己固执的习性去做你家己的，咱讲去受这个命运业力的牵扯啦吼，还是要看你家己啦，你若想要改，当然嘛有效啦吼。来，今日咱的节目时间到啊吼，啊，勉强来甲咱讲到遮，伫遮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